个好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是升华老师，我跟我妈妈在，还有他的朋友们在文华，那是不是 Moschino 的？ Yes, yes, 我差一点要买啊！ Yes, yes. 我差一点要买的，结果我说太年轻了没有嘛，其实应该买，没有买，哎，很可爱，而且它还蛮能装的。你还记得多少钱吗？我不记得，宋汉老师，你记不记得？我怎么记得三万多？你要问经纪公司，好几万。对，哦，然后这个我就。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觉得会不会是浪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鸟笼，鸟笼，但是皮包吗？是一个皮包，哎，对，没错，是个皮包。怎么装东西？怎么打开？哎，对哦，我有用过了，应该是这样打开的。哦哦哦，哎，不然的话拿不出来。天哪！而且好快，感觉那东西是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跟汪千玉借的，对，借的包包就对了。我跟你今天的衣服很搭，搭哦，真的吗？就是你这样拿着，哦，这很这真的，还是你下次出去，你里面袋子不要放，真的放一只。我也觉得它可以放一只真鸟，放一只真的鸟，真的也可以。很可怜，因为它可能会把它随时忘了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看这个没有做几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应该是他摆在那边给人家看。对，因为没有什么人会买。真的吗？应该很贵吧？上面镶好多钻。当然，这不便宜。哎，这个别别可以帮我把这个，这个很夸，我这个箱子大概其实是我爸妈买的。哇，很重哎，有没有30公斤？你里面有放东西？25一定有。重点是，这是空的吗？这个我们看可以打开来。好，你爸妈对他们那时候买的，但是这个就是很。很有趣，你要清近哦，要有和有一些会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连钱丢在水里面，那个水都不会进去，对，封的那么死，对对，铁达尼号，相信。然后，但是这个铁达尼号就是他们的电影，我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要来实测。其实他已经自己就，哎，里面的那个要拿起来，对对对，哦，没有放，哦，原来我的帽子在这里。重好，不要看，真的有点三八。好，我看里面是原来在这里的，但是这只能放几件衣服，然后它本身就很重。他们没有轮子吧？没有，有那个两种没有，当年没有，这是复古。这个是现在大家都把它当成装饰，对的，对，装着做饰品，没有人要带出去。对，那个化妆箱也叠上来，对对对。哦，对，哇，这化妆箱其实也蛮沉的，我有，那个我也有，好重哦。我的这个里面我其实是放饰品啦。哦，但是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老东西，所以我家里也是就大中小也是一叠，嗯，但是也是都是很久。那这个是它的，其实就是我会放一些我每次买的那些老件啊，嗯，对，然后饰品啊，我就会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半夜无聊的时候就起来摸一摸。哎呦，但这个还蛮实用，可以装一些什么化妆的简单东西。然后我现在是把它放一些。就我喜欢的饰品盒，把它当饰品盒。然后我的呢，我今天带来了这六条的。哇哦！然后他们平这是古董的嘛？对，因为我的设计老件，对对。我因为我喜欢，就是倩姐，我很喜欢那些老东西，就是因为以前的就是设计跟金属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现在买得到的。完全你会觉得哈，怎么质感差这么多？所以你看我今天身上这一条是我上个月去香港，然后连卡佛其实它有几个柜都在收老件，对。然后这条是我新买的，嗯。然后这是一个法国品牌，好美哦，对，超美的，对。然后还有这个耳环，哦，这个耳环也是。哦，这个耳环看起来。很现代型的，对，但它其实是老，它是一只，对，它其实是老件。姐姐，你看一下，就很美，以前的金属那个宝石，然后那个设计，对，就会觉得你其实很简单戴的。然后我刚戴这个，佩仪姐说，哇，好好看哦，我说这个也是，对，这是也是一个美国的老件，这大概40-50年了，嗯，对，这个也是很美。你看它的色彩很好，素色衣服非常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细很细。对，所以我非常喜欢收这些。然后像以前的那个元素，我就让我想到姐姐。你看，因为她以前的造型也是一样，就会带一点俏皮可爱。嗯，所以你看以前的蝴蝶结，就是很美。嗯，对。然后以前的项链反而它比较像秋可这样子，再长一点，所以戴起来我会觉得说特别优雅。嗯，对。
所以你看非常好，对。然后像这个也是啊，你看它这个爱心，你想说这个不是美少女战士吗？没有，它五十年前就有美少女战士哦，对啊，五十年了，对啊。然后你看这个也是，有一点可能宝石绿的这种装饰，还有这个也是，这是用珍珠，然后戴起来也是差不多在脖子的上方，对，所以其实你有时候戴一件白色的 T 恤，就是休闲的也是很好。然后这条也是，这条是它里面有个浅浅的蓝色宝石，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些就会觉得啊眼睛发亮，就看这些非常棒。